44位已达法定开会人数，请主席宣布开会。开始开会。市长，台南市审计处的吴处长，署理秘书长，还有各局处的所长及主管，新闻媒体各位小姐、女士、先生，本会同仁。大家好，今天是本会第二届第七次临时会的开幕。承蒙赖市长率领署各局处的所长及审计处长的列席，并承蒙新闻媒体的莅临采访，仅代表本会同仁向各位呢致最热烈的欢迎与谢意。本次临时会呢是根据地方自治法第34条第三项规定，召开会期为10天。除了继续审议第三次定期大会尚未完成审议之各项提案、报告案及人民请愿案以外，还有市府新增的各项提案及104年度台南市地方总决算等议案的审议。在此，请预祝呢，我们这次的会能够圆满哈，各位都能够身心愉快，谢谢。那因为，对啊，我先加公共了，咱才开始啊。哦，安尼就对了。OK。好，那个思妍。秘书。台南市议会第二届第七次临时会大会开始，全体肃立。主席就位，唱国歌。向国旗暨国父遗像行3鞠躬礼，一鞠躬，再鞠躬，3鞠躬。主席请复位，全体人员请就座。主席致辞。那上报大会报告，今天因为各局处的所长都没有人请假，那我们首先进行程序委员会的审定结果报告。包括议事日程的确定请议事主任宣读。请各位议员翻阅白色这本第二届第七次临时会第一次程序委员会审定结果报告。审定结果一，第二届第七次临时会议事日程表草案。8月15日星期一第一次会，一报到，二开幕，三程序委员会审定结果报告含议事日程表，四三读议案第一读会，五审议各项提案，六报告事项，七听取审计部台南市审计处总决算审核报告，八联席审查104年度台南市地方总决算审核报告含附属单位决算及总计表。
8月16日星期二，8月17日星期三，联席审查104年度台南市地方总决算审核报告，含附属单位决算及总计表。8月18日星期四，0206赈灾善款运用情形专案报告。8月19日星期五上午，一各委员会审查议案，二收集议案资料。下午，房屋税调整专案报告。8月20日、8月21日例假，瓜湖停会。8月22日星期一，一各委会审查议案，二会诊收集议案资料。8月23日星期二，第二次会，一三读议案第二三读会，二审议各项提案，三报告四项，四临时动议。8月24日星期三，第三次会，一三读议案第二三读会，二审议各项提案，三报告事项，四临时动议，五闭会。备注：一、本次临时会期间，自105年8月15日至8月24日，共计10日，除8月15日、8月23日及24日之议程，需经过半数议员出席，使得开议。其他会议含联席审查104年度台南市地方总决算审核报告，则经三位以上议员出席即可召开。二、各委会审查议案部分由各委会制定开会时间。三、开会会场：一、议事厅、大会、专案报告、各委会联席审查议案。二、各委会审查议案地点由委员会以简讯通知各议员，并于本会网站公告，请再翻回审定结果报告第一页。好，本会同仁根据呢我们的第二届第四次临时会的议事日程表呢，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我们通过。审定结果，审定结果二，各项提案：一、法规删读议案提请大会审议；二、有关机关提案、财经议案、挂壶104年度台南市地方总决算审核报告提请大会审议；三、市府提案、民政四案、教育两案、建设事务案、保安议案、公务七案计29案，全部提请大会审议；三、有关第二届第三次定期大会未及审议完成之各项提案（括弧计209案，详后附表及报告案）列入本次会8月23日及8月24日之议程继续审议，请再翻到第三页。有关列入议程之提案，请各位议员参阅书面资料。以上报告。来，蔡委员。我提一个权益问题哈，咱伫8月18日，这个善款应用情景专案报告，因为这善款有牵涉到咱学校整建16亿的经费，那房屋税的调整，影响到百姓的权益蛮大。我希望这个善款应用教育局16亿的善款，根据教育部提供的资料，咱市政府甲申请的。中央啊，补贴咱1亿8千万，咱危险校舍的补助，中央有一个办法。简单讲，咱要开钱交中央核准的老旧校舍是袂合，咱用16亿。咱即届这个小组大部分是对个人交易房屋受损交易相关补贴，对公法人交司法人简单讲拢无补贴。咱市政府也阁加这个善款16亿。我感觉第一，咱教育局有需要把这几间校，因为有足侪拢是灾区，明示列予清楚，这间校是当时起的，伊的年限是偌久，伊即届是基于啥物理由要改建，以及咱的资助条例，伫咱机会免同意，无到年限的，咱市政府爱开会，咱的。是来会议通过才会使，咱应该完整甲写清楚。伊讲，予咱的议会咧审查这2020专案的时阵，做一个参考。到底咱市政府，咱体谅市政府裁员困难，有借这个机会，敢能讲，甲历年来无整修的，咱财政无好。好，谢谢。好，第一个，第二个，我再讲一下吼，咱的房屋税。当然市政府管了，
六月四月份决，咱市长伫议会讲的，有诶无超过百分之2%。我们根据我们的资料，我们得到资讯，咱的剔除是超过200%。因为谢龙最议员足侪议员开记者会，大会质询了，事后才调整，分三档调整。我们需要的是，当然，咱改善财政，可是咱回税到90.7%，我们不能接受，应该把完整的资料。基于地方自治法，咱监督市政，我们要了解到底建设过程。好，免烦的资料，我想也免烦。两个议员我拢知啊。咱市政府在相关单位，就财政处，就咱的地政局，就不是地政局，就咱的公务局，这相关单位，我应该认为应该要列起来说明一下。好，谢谢谢谢。那向本会同仁报告，因为我们是不是想？咱先从他做那吼，那我们要交付的二三读会的先交付吼，安尼无？他做那针对着迄、那个啊，咱的艺术人员所念的啊，啊，咱即个要啊市府的提案，先交由啊我们的联审会去审查，那么好不好？好，我们通过。啊，根据呢，在位议员所提的呢，因为咱伫即个呀8月18日。有赈灾款项运用专案报告，8月19日来的房屋税的调整专案报告。那我们房屋税的调整报告，根据蔡委员呢刚才所讲的，那我们希望教育局呢提供相关资料，在会中呢啊让提供给本会同仁，让大家有所依据，有所呢啊对我们的善款运用啊有所知悉。还有根据呢8月18日我们的赈灾款项运用专案的报告来的，蔡委员他刚才所提的呢。那我们市府这边就准备了相关资料，在专案报告的时候啊提出说明。啊，不会有没有其他意见？那么啊，我阿姨讲的啊，我如果讲话讲去提供个资料，伫会中内底，可能大家议员同仁明了了解啊。嗯。哎，咱议员发文给议会，经过议会函转，咱财政税务局，可是财政税务局依照。因为相关资料讲不予提供了吼，那地方自治法规定，咱议员的职责是审查咱的税收，是咱的职责所在。你要调整安怎调整？我想议员绝对是唔是无力出脑。咱代表各选区的议员来议会开会，市政府决，咱无法多讲反对。可是咱要了解决策过程，我想财政局长你应该将资料提供，让议员。有所了解，你的决策过程是怎样？哦，它比引起很大的争议，是不是像我们所说的？第一个，你实际有调啊折；第二个，因为大家的前期抗议，你应该给适当的调整打折啦。刚才讲啊呢，那决策过程你要提供给我们知道，我们来问看看，因为咱的生活叫把关系不赶快嘛。那我们当然体谅市政的财政的困难，我们能够体谅。可是你回推回溯到高层，你去给谁去专代完，不然让你走嘛。那这就办法就值得商榷嘛？我们要了解你的节奏过程，到底在委员咱外边的是安怎讲话嘛？咱内底人委员是安怎讲嘛？哦，咱各级是安怎讲？民意代表代表议会是安怎讲嘛？我希望主席你明确个讲个清楚嘛？要将完整的开会资料提供给议员嘛？我举例讲，咱卫生局这审议委员会，法务部嘛该税公应该提供，咱都市发展局，委员的名单交给人啊？咱开放政府是咱唔敢唔知，敢做唔敢当，讲清楚反知，我无管你党呢反对你去，可是我咪了解你过程是安怎嘛？应该让民意代表依往依据地方自治法来监督市政府嘛，税收嘛，税收嘛。哦，我希望主席讲我清楚，无财政局搞不了个讲啊，我得跟伊跟资讯保护法上面上面，公益性的法务部该税要做清楚，应该要提供嘛。我希望主席明确的把财政。税务局讲清楚，提供资料，开会结论，给大家知嘛。我无法度反对你去税，可是我没了解你决策有没有闪失嘛。好，谢谢。那郑俊仁议员、王家俊都是同样的议题啊、哦，是不是？是不是同样的议题？我们就好，是不是同样的房屋税和地价和专案报告的？好，那王家俊议员，那个主席。
我是说，刚刚向主席的意见是表示针对房屋税案，到时候我们开专案报告的时候，会麻烦市府把相关资料给我们嘛？对。你刚刚的才是是这样嘛？对对对。但是长久以来，本会同仁碰到的困难是说，我们跟市府要资料，不管是平常日还是大会期间，市府一向是爱理不理嘛。那我想过去的纷纷扰扰应该都让他放下，未来至少还有两年半的时间，我们当然是应该同心一德为市民谋福祉。关键点在于说，市府赖市长是不是愿意尊重本会，行使我们该有的职权。譬如说，我在大会期间跟府内要求给我一些南铁的相关资料，结果会开完半天了，他才姗姗寄来。那对我来讲的话，他已经失掉他的时效性了。那许许多的资料我们要的时候，市府都是这样，我会给你，可是点点点点点到最后没有时效性了。那我的意思说，主席您是不是应该站在民主政治的立场，府会要共同扮演好我们该尽的职责，才是市府当然该根据所有的民主规范把我们要的资料给我们才对嘛，不是光针对今天的房屋税而已嘛。房屋税是大家都注意到了，好多议题市府都是爱给不给嘛。那不好意思，爱给不给，如果我的解读是赖市长就对本会当我们是细汉的嘛，难道主席将来如果贵党继续坐在那个位置的上，我们还是继续细汉到底吗？所以我要求主席才是市府应该得把本会要求的跟市政相关的资料在有时效性之内给我们。什么时代了，要个资料可以拖好几个月，笑死人了嘛。所以本席要求主席才是资料该给本会就该给本会，还是因为民进党才给，国民党不给，对他友好的给，对他不友好的不给，干脆把整个市议会收起来嘛。好，谢谢王家珍议员，我们请到张俊良议员。这个感谢主席哦，这个房屋税完全推缩，九十年七月初过，就开始要起价。讲公证单位一家人鉴定出来，就是讲这个所在啊有咧增值。我请问您，那无盈利有啥物增值？以后若做买卖，您阁还会甲扣一条庞大的增值税？完全推缩十五年，有道理吗？这有道理吗？我进前顶个月含陆议员带一挂选民进前的去到安尼审计处，对着这条代志，甲咱审计处里你的讲法，就是讲台南市迄个安泰市长所做的是对的。那一对的，所有达官市都唔对，敢那一对尔。即马台南市的百姓啦，据我所知啊，收入拢无咧增加，完全拢无咧增加，有减无加。迄人也爱衰，迄人爱衰，都硬加硬扣就对啦。无为是要老百姓就对啦吼，雪上加霜啦，这第一点。第二点哦，我甲恁讲哦，恁像最近恁硬起价。安足些所在拢是甲政府伫遐租用的，画一个要起就起，无张无地就对啦吼。我有哪有甲政府租用着？半冬六十一万几，无张无地，今年接到一张单接来，起价要到十五万。恁有啥物货？真侪人嘛，无张无地，租一个几平啊，无张无地也起七八千。所以足些人起到服务处问讲，卡会安尼，卡会安尼，我讲无多啊。按台南市就对啦吼，即马想咧抢的，按个市政府哦，怎个抢土匪的？敢那简单个讲倒转来，敢那即个吊车就好啦。四月十五开始吊啦，迄个吊半个月吊1530台啦。五敢那阮东区尔哦，东区尔哦，五月吊2493台，六月吊2506台，七月吊2729台啦。
啊，八月初到八月初八，调723台啦。我敢那甲调资料出来，到八月初八，敢那东区都要调9972台，这是迄、那、落、個、安尼轿车哦。第二，安尼机车，迄、那、落、個、4月15到4月30，1002台。第二个月5月2646台，过落来6月2394台，过落来7月2075台，八到八月初月，搁576台，敢那机车就对啦，拄啊调。好，谢谢。好，谢谢，谢谢我们曾淑良议员。好，谢谢我们曾淑良议员，请到罗坤仁议员。感谢主席吼，市长，你嘛你也是我尊重议会咧，议员伫遮咧甲你质询，啊你头壳人刺刺含头壳夹个，个莫夹个啦，你欺负台南市人，欺负甲实在是，唔知要安怎甲你形容咧，啊，台南市，全国除了台南市以外。房屋税起价拢是拄103年，拄啊甲独独咱台南市，拄民国90年回退到民国90年，迄落财税局长，我甲你请教一下，你敢是有起来讲，讲其他县市拢是唔对的？你伫新闻稿内底有讲安尼啊？无。啊，无你讲安那？我无讲。无你讲安那样啦？你讲、欸。我就讲咱。啊、我无讲百官区哦，你无讲，哎，我无爱讲，你无讲其他官区拢无，无，各官区家己决定，啊，各官区家己决定啦。哦，啊，你算，这件是你主导，还是市长主导的啦？不动产评议委员会决定，哈，咱的不动产评议委员会决定。好，那讲的不动产评议委员会决定，好，你请坐，市长，不动产评议委员会内面有两位议员。这两位议员，
在法律、法律、法令内底是爱由咱阮议会推派，结果是由你推派，是毋是你推派啊？你要起来讲一下无？你无爱讲吗？你无爱回答吗？你若无爱回答，是代表什么啊？啊？哈、啊，市长，我甲你请教一下。市长，请你徛起来一位。主席，我请市长徛起来一下，敢会使？时间动诶，时间动诶，时间动诶，这我时间动诶。对啦，这个女员。时间动诶嘛，好来，市长，我请你徛起来一下。我甲你请教一下，我嘛做理性。哦，为着台南市会当阁较好，我甲你请教一下，敢好？你无要徛起来吗？老爷，议会议员直接邀请你徛起来，要甲你请教，我是足理性，要甲你探讨咱台南市有关的着咱地价、咱的房屋税问题，啊，甲你请教一下，难道你无想要奉请教吗？啊，老爷，因为咱进的时候，这个是在啊，我袂当。我在定我们现在的程序、喔。那袂当问市长吗？嘛，咱进今仔。袂当问市长吗？你如果来讲袂当，你会讲会当，甲袂当安尼就好啊。现在我们的可以吗？可以问市长吗？现在我们的议程有。没有我的发言，我现在是我的发言时间嘛。你的发言时间来的已经超过我们这个。靠，超过什么啦？不啦，我讲朱宪。你要听你不要紧，我无意见，因为你一定爱听你，无你我讲你是做歹鬼。我们的议程里面来。好啦，我请教一下，市长，我甲你请教一下，请你徛起来干么？我要甲你请教一下，做理性甲你探讨，难道不好吗？时间慢个跳落哟，顶管时间暂停啊，我要甲你请教。我这年理性要给他请教，难道不应该吗？市长，市长，市长，本席代表台南市市民，要给你请教。本席代表台南市的市民，有关的着房屋税的问题，要给你请教，难道不应该吗？吼、哦，还是真傲慢的。咱蔡英文总统叫咱爱谦卑，不是吗？结果安尼是谦卑吗？还是蔡英文是总统交代你安尼爱对付这个议员吗？市长，我代表台南市民，代表台南市民，甲你请教，甲你询问，安尼可以吗？可以吗？市长，还是你今仔日无方便讲话，你嘛爱起来讲一下，讲啊，我今仔日个脑后无爽快，这是毋是上最基本的？不是吗？啊，你开口口声声，你拢讲尊重议会，啊，我本身今仔日伫遮嘛是做理性甲你探讨啊。你无应该起来讲话吗？你安尼要侮辱台南市民吗？你要确定要侮辱台南市民吗？连本身代表台南市民甲你询问，你也莫回答吗？我今仔日毋是针对着议会内底所有问题，是针对着市民的房屋税问题。针对台南市市民所有的权益，甲你请教，难道你也无要回答吗？你就是要回退十五档，不管什么人讲，我就是回退十五档就对了。哦，恁讲什么拢唔对，我就是要回退十五档啊！我起码是要甲你请教。好、哦，不动产地价、不动产那个评价委员会，这两位议员是唔是你聘任的？佮再来，你回来十五单是用什么机制的？其他的关系是，都一百零三年开始加税，咱是都民国九十年七月初一，我要甲你请教啊！难道你也含市民哩？嘛时间嘛是爱照行，阿弟啊，时间嘛是爱照行来啦。不啦，对啦，因为我们现在的议事议程来对吼，是，哎，对啦，
因为根据以往的惯例，像卢员报告，根据以往的惯例，临时会的开议，市长在这边参与，开幕了以后就离开了。啊，是基于双方的尊重，所以他现在来坐在这边。啊，孟启电委，根据我们的程序委员会，还有我们正规大会通过的议程里面，并没有这个。你会使问啊，但是伊无一定爱甲你应啊。系啊，因为咱的议程内底都无规定。因为，无啦，因为我们的议程里面并没有这样子啊。啊，我谢谢那个卢坤委员啦，谢谢谢谢，我等。好，谢谢。请那个邱丽媛，嗯，一下啦。根据会议的程序，在宣读上次会议记录料的是报告上次决议，还有委员会报告，再来才是讨论事项。啊，请教，咱即马定是我回去啊呢？因为拄只咱一开议，主席你嘛足奇怪，未大会开始，你就开始讲话，所以洪一峰议员哈，有甲你纠正了，就开始唱国歌嘛，国歌唱了，不是要叫定数吗？所以我会议询问一下，现在到底有没有符合程序嘛？咱头无爱甲头前的定数走了，你要问较问啊，感谢呢，主席。你这个会议程序写得非常的清楚啊，现在到底是我想请问议事组现在。主任，现在到底到了哪里了？是还在报告事项呢，还是在主席报告议程后呢？有没有异议呢？主任是不是跟？因为我拄啊会议啊，我拢听拢议员咧讲话啊，到底是议事组今嘛伫咧会议定数开会的会议程序里面是否已经完备啊？主席，先甲定数交完嘛。邱远。你嘛做误解，我嘛做误解啦吼。有当时啊，怎讲个议员同仁内底互相的尊重啦。对嘛，你拄啊，阮咱互相尊重，你拄啊嘛有讲市长会当免回答吧？是要搁一直讲落去吗？互相尊重的真啊，照你讲，那一位议员有来提起王家珍议员，这我还没有才是嘛。所以我有问郑顺良议员、王家珍议员，问的参蔡一位议员有没有同样嘛？了解不解如坤哦，起来讲呀，那我们基于尊重。因为这个不在这个范围，所以我也没有说请市长一定要起来回答嘛。我们的程序哈，再补充一下，根据那个在梅艳兰那个雅云哦，你们讲的，敢一定爱讲，我才是这个干部。在决议上面哈，你有讲一个是针对房屋税的专案里面，你有才是的提供哈，请那个就是市府。没有没有，你说你有才是说因上的房屋税的专案报告内容，我只是要了解说你所谓的专案报告内容是啥物，几乎要上来资料是啥物？因为我们好不容易啦，因为房屋税事实上争议蛮大的啦，很多市民都蛮关心的。我们好不容易这一次开临时会的时候，在8月19号，我们要有房屋税的调整专案报告。
我唔忙个，就讲市府上来资料能够完整性。莫到时好不容易个报专案报告，你上来资料，后议员同事这边没有很充分的一个内容，到时大家有争议，啊，无采那个专案报告，无采浪费台时间。所以我是感觉讲吼，主席，你今天既然有采时讲，我们请市府送一些专案报告的内容过来，我是没了解。主席，你是不是针对它的内容到底包含什么讲一下，好不好？谢谢哦。那我们根据我们8月18号，因为8月19号呢要做房屋税的调整专案报告，所以我们根据本会同仁的建议，我希望台南市政府根据法令及议事规范提供相关的资料，予以时间内包含在8月18号以前。提供为本会的相关同仁作为参考，来。好了，罗远，好，谢谢了，谢谢。啊，好了，谢谢，谢谢了，谢谢。本来也罗远啊，南京的他们我们的他们的议程呢，都有出入了，有出入了，啊。好，像。向本会同仁报告哦，那刚才哦那个，民政的第5号案呢、啊，因为没有念到，所以我们呢补送为送，根据的规定送程序委员审查哈、哦。那根据再重复一次，根据蔡委员的提案呢，有讲说专案报告的一些资料，
还有王家珍议员所说的呢，那我们再念一次，希望台南市政府呢根据法令及议事规范提供相关的资讯，于时间内给本会同仁，包含这个房屋税的调查，希望在专案报告的资料在8月18号以前提供给本会同仁。啊，玉凤议员，刚才可不可以讲这个代志啊？那个主席潘水姐哈，因为你的才是有提到说依法，那市政府坚持说他依法可以不提供给议会，所以这个里面是有争执啊。因为这两个代志拢是社会大家拢关注的，所以希望主席你的才是会当较明确。所谓依法跟我们的主张跟他的主张是不一样的。咱要安怎知影讲市政府你伫这个条件房屋税的时阵，是安那要堆到90年，是创全国之先呐、啊？咱别个县市拢103年开始，咱是对90年开始，这个是民众所非常关心的。第二就是讲，你的善款要安怎用到对学校去？学校这一过去，是不是甲教育部已经有申请过？啊，是讲无伫灾区内底，你怎啊南南规卡要来用这个善款？这嘛是社会大家所关心的。所以，如果伊那认为讲嘿。依法 不可以提供，那我们觉得他依法，因为你要动资这些预算，应该要提供。所以我想这个观念的落差就差在这边。我希望主席您的才是能够更明确一点。好，谢谢那个洪议员。我们希望台南市政府呢，根据洪议员所讲的呢，提供相关的资料给本会同仁。哎，唐远，能不能权益问题呢？主席。尊重我的权益问题，我的权益好吗？哎，尊重主席啊，也请主席尊重我的权益发言好吗？啊，你讲。主席，赖市长哈，我们市府团队各位同仁、各位媒体朋友，主席，我是感觉讲吼，咱这个临时会的这个议程都很清楚了嘛，都有排定说我们8月15号那个议程是要开什么会哦，16号。是要处理什么事情？17号、18号、19、20，我们这次临时会10天的临时会，都在这个日程表写得非常的清楚、明确、详细。所以说，刚才我们同仁所质疑的，说这个善款这个房屋税的问题，我们看到8月19号就有房屋税这个调整专案报告嘛，就表示说。19号就会针对这个房屋税来向我们议会、向我们所有的议员同仁来做一个专案的报告，那就等他们来做这个专案的报告。我们不是没有排嘛，我们是有排嘛，所以我们就等那一天，让他们专案报告之后，如果议员同仁再不了解的话，那可以再就教于看是张局长也好，或是说赖市长，或是说。谢谢唐议员，你讲了问题，我已经他专员讲了哈。谢谢，谢谢，啊，我们蔡委员他专员讲，我已经跟你讲完了啦，我们去讲，哎呀啦，哎，议事都已经确认了，可是咱的议程已经确认，所以我提建议问题，可是讲咱们开会内容应该要让议会议员已经政治化文化，咱议会行文哦，财政处，可像洪议员你讲，王家珍你讲有争议，不管依照什么相关法令。我讲啊，足清楚。地方自治法35条第二款的规定，咱现在已算是咱议员的权利。你房屋税要调整，我都要讲，因为最近你无讲到一项，就是讲市委开的房屋税，不动产评议委员会开的，交立委临时委开的，我们要求的是资料要完整给议员。你看，都啊无这部分无讲到，我拜托主席各个加入来讲。当然，我们体谅。咱市政府财政的困难，不管是学校整建也好，还是房屋税要回收也好，我们要了解的决策过程到底是怎样。所以我希望主席依照地方自治法，咱议会之前明确甲财政税务局长讲清楚，唔能到时阵来个无资料，那咱开这个会要冲啊！好，谢谢，好不好？拜托，市委到立委开会，内容完整的资料提供客观，一下吧。好，谢谢。谢谢，那么请呢，台南市政府呢，相关单位呢，根据洪议员所提的呢，提出说明，还有蔡委员呢所说的呢，提供相关资料，本城市议会，卢员可不可以讲吗？哦，咱19号迄天吼，有关的着房屋税，他们来报告，市长我要来嘛，市长要来。伊用来对这专案报告，伊都不来。对啊，就是无要来，今仔来。
阮调工家问我，为啥你做这个决议？啊，内面的过程有瑕疵无？啊，所以伫这部分，伫这部分车，阮要求回答，伊拢无要回答。啊，迄、那个卢院，阮起码是咧家问讲，因为你十九号迄天伊无可能来嘛。你若告诉根据十九号，你问了相关的会议的主席，还有相关人员的，你就是讲安尼无？无啦，我跟你讲吼，无适当的情形啊。伊落定期会，你再讲嘿。主席。咱议会议，咱议会即做议员，我做四五届啊吼，嘛做四届啊吼，做到遮尔啊无尊严的，我看到只届尔啦。市长阁已经无甲咱当作一回事啊！啊，你拜托一下啦，你做决议的时阵，你要停伊袂要紧，莫停了伤过头，莫让人感觉讲啊，你阁毋是咧做议做主席啊，你阁变做议会阁市政府的议事组啊，你咧议事局啊，你咧。我袂安尼啦。唔好安尼啦。啊、你市长吼，今仔看伊要哪对台南市民交代，一个议员代表着市民哦，要甲伊请教，要甲伊询问，要甲伊竟然无要回答，也无要插，这毋知啥物态度，我嘛看无。好，谢谢卢院哦，谢谢卢院。无啦，这我甲你讲吼，该问这是要求伊即马回答，毋是讲今仔日咱十九号，无十九号内要来上介好啊，是毋是十九号当才是伊来？主席。你下个月等十九号才是来，这些重要的啊，民生问题啊，房屋税起价，你敢知十二万户啊？你敢知这老瓜牛十五栋的厝当作新厝咧加税？这市民就对啦吼，落地啊，地里愈来愈薄去啊，这情何以堪？是不是当邀请市长来一下哈？你做菜是一下，那要变更里程呢？变更议程，迄个变更议程无关系啦。你敢袂过？你即马来猜死落去，这个变更议程无关系。那议程同样是议程，可是要求市调入涉案的尔啦。那卢远，哎，那变更议程的问题啊？变更议程，变更议程要没有变更议程的问题，你懂我的意思吗？我们要求十九号，因为你市调给咱唔回答啊，啊，这咱民生问题啊，嘛唔是我的问题，嘛唔是议会问题，是。市民的问题，然后再说明好不好？市民的问题是不是邀请伊十九号来到议会议事厅一下？安尼是不是更加好？对市民交代啊，可以吗？这个要大会同意、啊。这才是哦。无啦，这嘛要大会同意啊！你要不要去懂得表决啦？系啦，好了，请坐了，好，谢谢了。啊，我懂了。哎啦，谢谢了。啊，我们哦，根据刚才所讲的案例，我们该提供为。联席审查了，我们就提供了。还有蔡委员所要求的呢，还有我们用呢，那我们市府的相关局处提供，应该提供就提供，根据他们所建立的，在十八号以前提供给本会同仁。那我们呢，三读议案的第一读会，本会呢就针对三读议案，还有一案就是现在的台南市建筑管理自治条例的第十一条的修正案。那我们龙人有没有其他的意见？法规一提案单位，台南市政府公务局。我知道了，意思那不要。那我们因为下面的议程呢，就只有审计室的议程了、那我们市长是不是可以先行离席啊？那吴市长进来代理。那接着呢，就是台南市政府呢审计室的预决专案报告。各位同仁呢，根据审计室的报告，有没有其他意见可以审查时呢提出讨论？那我们审计处的吴处长的专案报告呢，那我们就留在呢下午的由财政委员会联席审查的时候再做专案报告。那根据104年度的总预算的报告呢？那我们由会议的财经委员会召集人由许淑尊委员担任主席，本会同仁有没有意见？没意见，当然通过。那我们有其他意见吗？那我们今天的议程就会到这边。那好，今天非常感谢赖市长、严副市长及数各级的主管出席，也感谢审计处的处长列席报告。那新闻媒体朋友来采访本会同仁出席。今天的议程到这边结束，下午呢继续审查。审计室的104年度的审计处呢，专报和审计处的一些的相关议程，我们议程叫我们的程序员通过了，继续审理，好，散会。